呗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猛退，整装待发。咋去呀、啊？这正在报告。全军出击。我去前面探探路。我们打个啥呀？打个拉尔啊。嗯。先搁草丛里挡一挡。我得笑他呀。我得笑你呀、啊！这走走走走，跟我哎，小拉尔，别吃！有情况！走走。吃到经验没？应该吃到了。兜兜，要迅捷，学个 W。你拿飞镖打我，你就别拿飞镖补别人。嗯。什么打野？佛爷哥，佛爷哥3分08秒还没到上，拉尔走位不对了啊！让他 A 我们来，站塔下让他点，他也不点我呀。给你个致盲，兜正在报告，兜打起来了。别怕，我到了。闪现兜兜兜兜，300块，荡妇2连，拿个蓝 buff， 这冰女是真瞎呀，早点来呀。他为什么回头？他要躲豹女镖。哎呀，无论他怎么玩，他都是死这波。他没有闪现，他不可能跑得了。正在报告。这拉尔10个兵，
怎么补的？兜有迅疾，我觉得我主 Q 得了，可以，我觉得我主 Q 吧，我三级一开始主 Q， 因为这拉尔我根本也打不着他呀，我们只能自盲打着他，那还不如主 Q 呢 ，Q 技能耗血，兜兜兜。Rampage！ 哎呀，砸我！这只能换他了，那没办法。谁 K 林斯贝瑞呀？为啥这福耶哥四个人头了呀？是长官。差点钱。等会儿骂你，往家里撇个雷。一二三四，An ally has been slain. An enemy has been slain.哇，整装待发，谁到了？这妖德人打架，佛爷哥过来干嘛呢？无所谓了，推过去吧，能耗几层塔皮是几层塔皮，撇两个雷，一雷，二雷，三雷，惊雷，这通天修为，我来了啊！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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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可以，还双杀，漂亮！别老惊雷了。哎，这雷为啥没踩着啊？我惊雷。你确定这能打吗？自盲，兜兜兜兜兜，我只能闪了。你为什么不打自己呢？这一点我很疑惑呀。其实这波压根儿就不应该打，因为对面的人全部都复活了，你现在这波去打那只能就是送。所以我们呢帮着包女儿把这红打了，
红没了，说明什么？说明这佛爷哥呀，很有可能还会来赶上我们。要迅疾。嗯。为什么这个佛爷哥是个啊、哦、我以为是 AP 的呢，我操，我说他出个蓝宝石啥意思啊？为什么我的雷全没了呀？到时间了还是被人踩了？整装待发。Shut down. An ally has been slain. 这波要杀他。他听着了。这波必须得杀他了。为什么不笑？忘了，我就不是一个爱笑的人。先来个辣十字牙。打个拉尔，正在报告，然后再来个遗失的章节。福耶哥跟我单挑是打不过我们，我们这个智盲太恶心了，你知道吗？继续单带。要迅疾。医学塔已经被我拿下，这边有蓝 buff， 想一想啊，嗯，在我的逃跑路线上放上雷，哎呀我靠，有点烦，我刚过来他俩就搁这儿。快走，拆我塔拉尔啊，拉尔敢拆我塔，兜兜兜兜兜兜，跑嘞，看你往哪跑。
浪费了我一个眼儿。看来这个位置给他们也得撇个雷。正在报告。来啊，这里撇一个。这里撇一个，这里撇一个。Killing spree。有信心 ，enemy double kill。这里撇一个。Shut down。这怎么还出上日炎了呢？那有伤害吗呢？二塔没了，这里撇一个。有迅疾。这里撇一个。排我的雷。直接把中塔拔了。啊，我去前面看看。下路不用去，就给对面压力就完事了，我们根本就不用去，反正现在也劣势局，咱不去，打个峡谷先锋直接上高地。如果队友能把龙拿下来，那是最好的。队友拿不下来，全死了，那也无所谓。我个人感觉这一波应该是都死，因为这一波是四打五，打不过。还行，正好我们快速回城，上路没了，杀个莫干浪。再来一个大棒子吧，出个猫子。你们避战，别打了，我带下路，少人再打，跟他们好好的勾留一下子。先来个大棒，快快快快！别打了，我去前面看看路，没脸呢怎么？哎呦我操，一换一。怎么就
跟他们说话就不别打了，别打了就不好使呢，能打过呀？哎，我飘呢，飘呢啊！小心左边塞拉斯。莫嘎拉伤还挺高啊。怎么不给 ADC 加血呢？我们其实耽误挺长时间，死了两波。刚才为人不应该打死我的呀。赶紧去放我们的雷啊！在我们的逃跑路线上给他先放几个雷，然后这个位置再给他摆个雷。挺烦人呢，挺烦人的佛爷哥呀。又让我浪费了一波时间，我们刚过来呢，还挺膈应人呢。别打了啊，别打了，别打了啊，别打了。这波可以打，可以打，他们少人。来来来来来，这波少个人，跑跑跑吧，小龙来，跑了我们拿小龙。可以上，这波可以退中，对面少人。全死了吧，二换三可以接受。那维恩也残血了，这波退中来。啊，赢了就可以啊，融化了就融化了吧，没办法，那积木不融化谁融化呀？积木也就这样了，积木。拆中塔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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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管别的，拆中塔，塔能不能拆掉？拆掉走，走，啊，血钻啊，两路，我们这波带下。对面可能要打大龙，大龙眼儿，先别打，我带波下。是长官。对面可能要开龙，我们赶紧过来啊！哎，他们不能开啊！他们要开龙的话，我们必须得过来。这样啊，这波迂回一波，我们直接转中路，
带一波下。这边让人抓就全死，死了让他们死了，他们要能打赢就打赢，打不赢我们就撤。踩我雷了，维恩，维恩踩我雷了，这都能打赢，正面三打四都能打过，那说明什么？那说明我们压根就不用去。不用管，继续。快走啊！溜溜了。这个位置给他插个眼。不知道对面打不打大龙啊？打不打大龙跟我积木有什么关系？爱打不打？一波了！啊，一波了！哎呦，我这 ADC 行啊！为了稳健一点，哎，先把对面的这个高地给他推了。莫干辣死了，你也得死，先杀拉尔。